森林之王二正式开播，参赛者必须戴着面具进行两两 PK， 而其中不乏有几位声音你可能已经听过，甚至这位花豹陈星月他演唱的烟幕在 YouTube 上点阅更加逼近1600万了。你说的话一如这般，烟幕后呼吸变困难，覆盖着心的求救多难受，在伤口一直火上加油。这要让愿闻到你的滋味，再把笑只把谁误会，我生来高调风卷深人无扰，雨无声壮狂欢让嫉妒杀。他这次以江惠妹、艾怡良和徐佳莹合唱的傲娇赢得鸟人之姿，我觉得你声音很软，而且你常常处理一些尾音处理得特别细腻，那我自己是觉得说这个歌到底适不适合你、啊、但是你唱的没有什么破绽，可是会找不到点。你真的很会唱，然后你真的很有技巧，但你怎么会选这首歌？因为这首歌原来是阿妹跟拉拉跟艾怡良整个的 MV 他们表现出来那种女力，然后那种拽傲娇，跟你处理 A 段全部黏在一起唱的那种想要表现潇洒说那个不一样。或许是选歌失误，让他在第一轮被淘汰，进入待定区，让不少人大喊太可惜了。不晓得之后会有机会再次重返舞台。你怎么可能会被淘汰？我怎么可能？我听过他清唱，然后拿了一把吉他，然后，哎，各位，他清唱有多好？